之歌，不想看的实验者，开心麻花签约演员林志良。志良，演得真好，祝贺你啊！大家觉得志良演得好不好？我能给你照张相吗？不是，你先走，你先下去。谢谢。照一个吧，咱俩照一个吧。谢谢。我在外边等你吧。你等，你别走啊！你等我待会儿找你。志良，你演的真好。真行，你去江苏来了？不是，你昨天说你在江苏演，我就一搜只有男同友，我就来。啥意思？全国通缉我呀你啊？不是，不看你过来支持你，看你演出，看你才华吗？哎，看这啥意思？看演出？买花是看演出的基本礼仪啊，那一个绅士都是。那为啥送玫瑰花啊？玫瑰花咋了？玫瑰花啥意思？你不知道吗？哎呀，那异性之间是你说那意思，同性之间不是那意思。你别过来，那同性之间什么意思啊？过命的哥们儿兄弟嘛，一辈子好兄弟。谁跟你过命哥？你问过我吗？你打中能问过我吗？你凭什么一直跟着我三番五次的？不是我想见你啊。我不想见你，我告诉你，我打从头开始我就想见你妹妹，我一次都没见着。三番，我告诉你啊，明天我回北京了，我再也见不到你妹妹，咱俩永远别见，你听懂了吗？不是，志良，别给我，你再给我报警，你信不信？志良，花是无罪的呀。志良，玫瑰花等草里埋葬闺蜜的回忆。我妹妹到哪儿了？啊，一分钟。我丑话说前面，她今天再不来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啊。跟你互动来了，变脸的。厉害啊！厉害！潘志良，菲菲吗？谁？你不一直要见菲菲吗？这就菲菲，我妹妹。你是菲菲？菲菲啊？对，那个哥，你们先点个菜，然后我去换一下。换你吧，换衣服。啥意思？你没看上呀？我实话实说吧，只能说是没什么缘分，挺失望呗。不能叫失望，就是不太是我喜欢那种类型吧。我早跟你说他挺一般，还不如我呢。你就咱俩处就完了。不是这好了，咱俩处，咱俩是处哥。你咋了？啥呀？志良，你让店打着了。你好，跟你真好。啊？哎，我都是第一次，就是看人当面变这种传统艺术，而且又好看又有才艺这种。不是，你刚才不是这样说的呀？我刚才跟你哥哥也是说，我说你这种又漂亮又有才艺的，十万个女孩里边现在都没有一个。谢谢，特别好看。啥玩意儿？你咋了？什么？那个，咱们先点菜好吧？那个服务员，咱们买单。不是那个点菜，给他。你别点，你总点的便宜点，蔬菜什么的。你多吃点肉，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？我一般晚上不吃。还减肥？你妹妹多好，又哎呦，长得又漂亮，人家还自律。我平时也健身。啊，是吗？你试试。你摸我，你他摸你干啥呀？你再试试。你来，你别，还行啊，厉害，你点，咱点点那贵的，海鲜啥的。这样，你多。这样，咱们仨自己吃自己的，谁也不给谁夹了，好吧？那你也吃我这个，我再给你夹别的。不，你给他夹啥？他自己长手了。你管好你自己呗，那。我绅士不得照顾美女吗？你在海底捞包啥饺子呀？多麻烦呢！给菲菲吃，我包一下怎么了？谁告诉你他愿意吃饺子了？不是，那他不愿意吃饺子，那就是一个平安祝福，希望你以后吃完健健康康的嘛。这管真多、啊。不是，那你包三个，咱仨一人一个，谁够吃啊？谁说？全给他的，咱俩不吃啊？哎，那什么，你先拿手机帮我放个伴奏，好吧？咱放伴奏干啥呀？
人家菲菲今天不是整那个才艺了吗？而且我也给她展示一个说唱。不是，咱别在这儿来了，这真挺多，人家都听着你是咋回事啊？要不然不去周围找个 KTV？ K 啥 TV？ 挺晚了，回去吧。哎，没事，咱们第一次见，然后咱们认识一下，玩儿，放松一下嘛。周末怕啥？你把眼睛闭上，你别看他，你把眼睛闭上，眼睛闭上。等他唱完了，你给他来个打快板。我 KTV 打啥快板？你就给他打个快板就行了。哎，对呀，那你唱什么？我给你点一个。他不用点，他直接就能唱。老僧身披那头顶天成，一道佛法自明高满天地，黄河有道经，五百年前成一灯，一共是那四千五百灯。老师傅共有八个徒弟，八个弟子各有法名，金散坑从金化生，老金飞灯走金翻灯灭金吊功风。那么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，请您多包涵，等下次一起听。谢谢。好。好，你喝点水去。好，那菲菲喝点水去。好，嘚不嘚？我跟你说，他可土了。你谁在 KTV 打快板？他专门给你准备的。他好特别呀、啊！啊？你说啥？他咋什么都会呢？不是，你是不是让他给迷住了？谁在 KTV 打快板？你咋了？你再来一首嘛！哎，你别来了，我敬你一杯。哎呦，你太厉害了！哎呀，这我吹一个，我吹一个。不是，哎，不用吹，吹啥？你飞，我点了一个《快乐崇拜》，咱俩合唱一个。你唱张韶涵，我来范玮柏。行，好吧，哥，你把那个麦。你会唱《快乐崇拜》吗？哦，我不会。对呀、啊，我记得你不会。那你就会唱什么？咱点那个会唱的。不是，我会啊。快乐崇拜是哪个年代？七零八零九零还是？万时代。自己找你会找不到背景，会不会好放松？让我来说。我带着我的麦克风，站在 old school 下，就这里就要忘了你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快乐你要进到一定。咋了？你咋不唱了？你唱了，你咋就不会唱？咱就别唱了呗，哥。谁不会唱呀？行，你就自己，你坐那喝点酒得了。吹拉弹唱，我要会咋办？你会，我现在我连吹六个，准不准？这事儿当真不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干，咱就别你来吧，你现在你当时来，我当时吹。这是吹啊。是拉。你是不是唱说唱唱的？我也来说唱。你可能弄懂我的意思，等我用我怎么说，想给你写一百首情歌，每天还着给你过，我对你一定，我任何一个都要爱的多，你就像这个世界上还存在。来吧，其他弹唱弄完了。三个了，还有三个。缓一会儿，缓一会儿哈。那个哥，我去个卫生间。去，剩下我帮你喝了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喝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跟我逞强了，你不就为了在我妹面前吗？我帮你喝了，放你那儿，你就说，我跟他说句你喝的呗，你又没我能喝。喝完了，六个，那个志良，六个喝完了。哦。厉害吧？挺爷们儿的，说到做到了。还挺厉害。我去个卫生间。啊！漱漱口吧。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我谢谢你。谢我啥呀？谢你替我挡酒。你这算是关心我吗？兄弟之间的关心吗？我说的就是兄弟之间的，你以为我说的啥呀？我也以为是兄弟之间的。咋的呀？哎，你俩干啥呢？没有，那个、哦，哎，不是，你这，哎，不是，吐了，你刚才吐了。志良，不是，你不用劝他。哎，志良。